今天的早餐，草莓香蕉优格，焗烤番茄，焗烤洛梨。你做的披萨丝不会像那个牛奶的披萨丝那么快融化，所以看起来是有一点点条状。我们再烤久一点点会再融化。嗯，好像比豆子做的还要再更明显。嗯。这草莓还是有点酸。嗯，没有很甜。嗯，面包也很好好吃哦，洛梨泥烤热的好好吃哎。嗯，洛梨泥的口感很好。它起司味也没有很重，那它拿的时候不会有臭味。有一款大豆的很臭。蘑菇 avocado。嗯，很好吃哎。嗯。原来我们住的外面就是可以面对富士山，呵呵，好可爱，我想要再来的。如果是在台湾，一定超抢手，每次都很难订到。我离开了，好，拜拜。出发！今天的第一个景点，哇，好可爱！这边是山中湖，这是离河口湖在远一点点，而且这边就比较没有什么观光客了。这是山中湖展望台。它现在被那个云遮住啊，一半，好像浮在白色的地方，好像浮在天上的感觉。山中湖平整的森林，但是都还没有花，你看都才刚下去。看花没有？这里门票一个人要360块。然后在温室里面应该很温暖吧？更温暖。嗯。好，休息。哇，好深啊！哇，这超级深。准备要回东京了，回东京了。这边的最后一个景点，哦，这感觉要去后面一点拍一下，因为这个鸟居，然后配上富士山，这角度又超赞的。以前的照片，真的很漂亮哎。富士山池，我们可以在那个一号的月台搭巴士。然后往新宿方向，这边有一个 Q Star， 逛起来可以直接在这里看什么纪念品，就不用在河口湖买。第一名是香皂露一支，这是什么？哦。食物类前十名，有饼干第一名，这很轻哎，其实还不错。可以当另外一个礼物吗？觉得可以。搭上巴士了，要回新宿。好。
39分了吧？现在河口午餐才是最多人的。为什么要选这里呢？就是因为这边人比较少，然后租车也比较方便，比较不用人挤人。而在河口我租车可能会比较多人挤在一起。是什么？哇！我们就住在旁边的饭店了。开箱。哇！这真的是我们目前住过很不错的。哇！很大耶。房间，觉得家具设备很有劲有，有桌子。小茶几，这边是我们的。有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我们在另外一边。嗯。这是我们的夜景。Charging cable。哦，如果充电线。对啊，如果你没有的话。浴室。嗯，中规中矩。差不多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个简单的。壁橱。对，他说。睡衣在前台出售，就这个睡衣啦。如果想要买的话， okay. 会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会有人买吗？哦，到底怎么开啊？哦，一呀，然后后面，哦，好可爱哎，这很酷哎。对啊，国产。Please feel free to enjoy these amenities。看，这些都是可以用的，煎茶，还有咖啡。它有开瓶，其实也是很贴心的。对啊，还有这个，可是没有冰块啊，冰块不知道去哪里要。可能要跟他要，他会送冰块。而且它还有红酒开瓶器，嗯，红酒杯。他们正在吃的。空啊。Super。我们到了。好，这个饭吗？好，是这个吗？对，点完餐了耶。只有这个是你吃的，其他都是。之前我们在 IG 上面看到老板要有两个新的菜单，可今天好像没有。其实可以在外面再加价买那个素食的大豆肉，我觉得有饭就可以了。淀粉，小碎肉，嗯，还有炒辣辣的，推荐吗？可能大概是第一名了。所以不是觉得还是那个张嘎嘎的、那個、没有这个超越的，真的假的？它的那个豆乳调的之后还超好吃，而且我好喜欢它那个辣的体味，完全不会觉得辣，可是就是有辣的那个刺激跟香味。我也好喜欢它的面，它的面跟一般的拉面店是不一样的。我虽然只有在这里吃过两家拉面店，可是那个面条口感完全不一样，很像就是自己手做似的。就是很有嚼劲的，然后偏粗，而且非常建议可以再多点蛋或者是大豆肉块，加饭也超好吃的。可是如果你想要你的面里就是比较多有趣的食物，就可以多点这两个，因为或是它有那个野菜，就是炸的蔬菜，要不然它就是面。哦，这个吗？哦，有可能加点，应该要加点炸物。因为我没想到它的面上面是就是其实几乎是以面体为主啊。但真的好好吃哦，好可惜只有一种。如果你是吃不习，你就有非常多种选择。可是如果你是外国人，他会出来跟你解释，因为他的那个点餐机上面全部都是日文，一时之间可能可以用那个啦，翻译的，对，翻译软体。但真的好好吃哦，好舒服。特别跑搭了30分钟的车过来，很
值得，很值得。之后如果再来东京，就可以马上过来吃。而且老板人很好，讲很好的英文。他有一点在耍酷。对，就是有点闷骚闷骚型的，做一些酷酷的表情。对，就在耍酷。但是愿意聊天的。我们回去也才八点而已。可以开始去喝一下。可以。回去饭店。假如说你是不是这里的客人，然后你想来这里的话，前面一个小时是1100，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空间工作，或者是就是休息。对，所以门进来是要付费，住宿的话就可以免费使用，可是应该是免费有时间限制。我不知道哎。那怎么会有免费？对啊。然后去吧台倒一些饮料跟零食。新鲜果汁，我在挑战喝啤酒。好吧，你要喝。嗯。苹果汁，苏格兰 shortbread。嗯。吃。水果 healthy， 还有香蕉干，然后有爆米花，这个你可以吃。那是坚果。对啊，好多坚果。我觉得五天香。那你拿一些爆米花。南瓜。四季豆，这个还好，没有酒味。嗯，比较像，我是柠檬啤酒。弄了一些香蕉干跟坚果。